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ueen's Private Eye Cyrus。今天最主要是介绍翻 Global Milk 最新的产品 Molding Rest 三号。咁 Molding Rest 三号有啲咩好处呢？其实是 for 客人咧 styling 完、吹完之后咧，觉得佢有少少散啊，望落去比较乾嘅话而用嘅。咁用完之后咧，其实佢会有少少 shining 啦，同埋佢会有啲 holding， 但就唔会流嘅。咁我而家示范俾大家睇下呢一个 product 啊。其实咧少少已经够噶啦，我谂住一粒手指位已经 OK 噶啦。咁咧开开佢，十只手指都有嘅。咁最好咧连你啲手指罅都有咯。咁啊搽完之后咧，其实你都 feel 到系冇乜咧，咁、那个分量就已经够噶啦。而家咧其实 model 已经set完个头噶啦，咁我就轻轻咁样搽一搽佢中段发尾嗰啲位置咯。感覺咧搽完之後其實唔立嘅，咁佢有少少 holding， 同埋咧個感覺佢會光亮啲，冇咁散抽抽嘅。今日介紹完呢個產品啦。